消防人员端起托盘在香炉上绕圈，仔细一看，上头摆着一包包的口罩，拆开来三种花色，有喜气的大红色、桂花图腾，还有年轻人喜欢的小清新印花。庙方说都有祈福的含义，而且还是双钢印的医疗口罩。反正现在口罩都是要戴嘛。对。 啊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来这边拜拜，然后又可以顺便保平安戴口罩的话，我觉得心意比较特别啊。有人说过香炉后的口罩戴起来多几分安心，也有人说太漂亮了，舍不得戴啦。这么漂亮，它这有纪念性质，可是我不会戴它，为什么？我把它埋起来珍藏。<笑> 妈祖加持过的口罩，除了会在彰化天后宫及网络上贩卖外，也会在过年期间让民众索取。另外，彰化庆安宫保安大帝虽然没有卖特制口罩，但信徒可以自己戴口罩来盖上红色的庙印，一样能保平安。拜拜保生大帝这边，然后戴个口罩，求个平安符，双效的效用。 台湾出现本土病例，国庙希望透过宗教力量为防疫尽一份心，让民众不只是买到口罩，也能拥有神明的祝福。记者陈胜伟、徐玉文、李云杰，彰化报道。